新市局干员在高雄港58号管制站前拦截围捕嫌犯，同时从货车上未装的垃圾太空包里查获重达一吨多的安非他命及119公斤多的凯他命，市价逾23亿元。警方调查，这个运毒集团企图以散装货轮在海上运毒，从高雄港走私毒品入境，毒品数量之大可供400万人次吸食，幸好被警方及时拦获。发现，这个集团它会利用分装货轮，在香港以南、越南外海有接驳毒品，那接驳毒品之后返回高雄港，以补给的名义将4个大的太空包，夹下货轮，那里面呢则外观则以垃圾当作菜米来进行掩护，实则上里面是大量的毒品。那全案呢，我们最后发现到时机已经成熟，所以从8月4号开始进行全程24小时的监控，一直到8月7号上午，当这些大量毒品夹下货轮，载入运毒车队的时候，我们立即在高雄港管制站前及时拦截。另外，刑事局也破获行动制毒货车，嫌犯将毒品原料藏在小货车后，深夜再往深山或牧区制毒。专案小组长期搜证后执行攻坚，在彰化县社头乡破获制毒工厂，同时查扣相关制毒原料及设备，据估计可制成30万包的毒咖啡包。在今年的9月11号进行攻坚，于深山查获到了第四级的毒品，总计有600出头的公斤。那整个案件呢，里面有完整的查获到4个涉嫌包案，那同时全部羁押禁见，由彰化地检署检察官起诉。这是第9波安居缉毒成果之一，在高检署指挥下，全国6大缉毒系统单月共逮捕了4100名嫌犯，查获2857公斤毒品及38座的制毒工厂。行政院长陈建仁特别前往慰勉缉毒有功人员。陈建仁表示，政府反毒交出亮眼成绩单，不仅缉毒成果丰硕，在首次使用毒品人数比例，以及因为吸食新型毒品死亡人数也有显著下降。第一次施用这个毒品的人数占整体施用毒品人数的比率呢，是逐年下降，从105年的23.7%下降到111年的18.8%。今年1到8月更下降到17.6%。然后因为施用新型毒品 PMMA 还有 PMA 强力摇头丸而死亡的人数，使用毒品死亡的人数呢，从109年高峰93人下降到111年的6人，而今年1到8月死亡人数是0人。所以我们可以看到，实际上我们防毒的这个毒品防治的这个工作相当的有成果。对于近期引发外界关注的知名网红吸食大麻案，陈建仁也表达对其在年轻族群间流行的忧心，要求各缉毒机关加强查缉，全力遏止。记者张启腾采访报道。